那满地都是猪大便呢。小鸟是，要小心啊！不要出去马路给车撞，也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不要生病。哎，啊，就是保佑我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，快有这屋子买下来。就在这边附近，最好是这样。姑姑就不要这样考虑。现在姑姑全部是压姑姑了，都我找到爸在那里住，看够可怜。飞来这样才是嘛。